对，刚好说要参加全代。那我不晓得是不是张龙伟老县长哈、哦，是不是有跟他打过电话？我不清楚吧。不过韩市长呢，能够参加全代会，那展现国民党团结一致的气势，我想对于后续的整个选情呢，一定会大有注意。而且也有很多韩的支持者都跟我讲，我们听韩国瑜的话啊，等待韩国瑜啊射出穿云箭。我想，这是对国民党啊是一件好事，对竞选办公室也是好事，对整个中华民国啊免于战争、趋近和平发展也是一件好事。723全代会定义成重新出发的日子。我想很有可能，因为这是一个分水岭啊，就是慢慢消弭了一些不同的声音，那全党凝聚在一起。过去纵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，我想他们都是爱之深责之切，对于整个团队的鞭策，那我们重新整队哦，来对外来发展，对外呢做出我们强硬的这个政策的说明，以及候选人的行销，结合所有各地方的立委候选人，我想我们现在在基层都已经参加了候选人的说明会，所以竞选总部这边跟立委候选人的说明会都已经在做融入跟结合，我想我们的选情势必会透过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好。国民党啊，哦，优点有够多的啦，上大的优点就是无啥个团结啦。提名了啊，今仔若曹婉蓉提名了，我想伊真是无初选啦，敢有初选？亚祖你无出来选，还是带伊唔选呢？无你就莫咧笑，我甲你讲，提名了就提名了，就定你一尊，大家较严的就是拼嘛。拼到尾仔就过嘛，对不对？美丽岛电子报做民调，做好友伊讲几趴拄几趴，莫讲假的啦，还佫要20%的啦。你敢知影伊做我几趴？我咧选市长，柯志恩咧选市长，七月做一摆。黄伟哲61.5%，嘉良改14%。哦，到尾阁做一摆，黄伟哲62%，嘉良改64%。哎，嘉良改14%啦，嘉良改14%。11月7日阁做一摆，要投票哦。黄伟哲61.5%，嘉良改15%，开出来偌济？我开出来43.8%，对方哦48%，差一撮啦。安尼，这个民调会准未？未，唔是未啦，民调会当参考啦，哦，那是一个趋势啦。但是已经定义一准啦。啊，无恁两人出来比赛，啊，跋输脚要搁拼倒，啊，一摆就足惨然嘛咧，啊，四当前一摆，即摆要搁一摆，我咧讲，我讲话是足无客气的啦，看到亚人得啦，尤其咱南部人啊，我讲恁遮足侪恁的后生媳妇啦，兄弟姊妹含我同学的。我的同学路德啦、家庭啦、乌来啦，偌济呢？我读台南二中的时阵，足济拢路德。迄杨东兄啊，徛伫即个路德这搭，我过来同学拢徛伫遮。所以咱的生活拢共款。即摆国民党杀掉侯友宜，毋是我咧甲你传啦，伊带真真正正会当摕到中间选民加着千面的这票。因为伊正讲咱南部囡仔家己报纸大汉的，伫菜市啊大汉的，啊是要倒找这款人才啦。啊，莫讲医生啦，怎哈，对不对？院长伫遮啦，医生讲含警察，甲警察骗上啦，
你嘛多好了。医生是出一支嘴，但你咧论人的生死，这个病人的生的死拢不在伊讲，那是无医定呢。你问看院长敢会当安尼？对不对？啊，校友伊是夹一支枪，出生入死，为人民百姓。安尼人上，这两个上较高尚。我有对啦。我甲你讲，今仔拄好有媒体啦，施明德受款叫我讲。哦，啊，迄个我看后座还讲互恁听啊。今仔重点无在讲迄个医生啦，后座你我讲互恁听，你着作心事。伊迄个病人，迄个病人有哪医生呢？啊，准备要器官移植呢，那是做生命力的，要救一个生存，生命的毅力就对了。结果伊伫市民这个面头前，甲迄个人讲：“啊，这无救啊啦，莫浪费医疗资源啦。”市民这就是吼，看这个人做无起，伊即马拢想要甲拜访，伊无拜访。所以你看校友伊赤手空拳，会当行入去到迄个浪费武官因家。陈进兴是台庆着要犯的首犯大魔头呢。我做我吃两届，我吃两届海军陆战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拍枪也足准的，我有哪唔敢入？无咧真的你，谁那伊敢入？警察几啊十万人，嘛多出一个好友伊尔，对无？对。这就是讲，伊担任什么职务，伊已经忘却自我啊，无家己啊，为国家、为人民百姓，赴汤蹈火、在所不惜的，像一款的。结果一个提名了，国民党都专门咧牛调来搭牛帽啦，讲啥物啊？吃两届啦，参我有关的。什么金普聪啦，啊，什么啦，哎，德啊先生啊啦，无路用啦，你是咧讲什么小东西啦？无路用对，我无做路用，但是我来听，曹安龙来听，金普聪来听，你莫在遐讲一挂五四三，你若拢进来听，咱就第一名啦，对不对？我但不是伫国民党内底啦，我胡选啦吼，比我较侪场的，除了马英九以外，含我有拼尔吼，伊无一定赢我哦，剩的无啊啦。你问看倒一个民意代表，我毋捌徛代表，大妈祖我毋捌去，剩的我，逐位都行过，我敢即间庙来两三摆，吼、哦，来两三摆。什么人在选我叫？只要国民党的，我就去。靠你分来甲我啦！啊，若提名了，我今仔日来这捧场别人，你看，啊，欢迎也是要安怎选落去啦？候选人上少，无唔对。倒边讲，我讲候选人上大啦。敢是安尼？大家就是要有这个候选人当选，啊，无恁是出来这要创啥啦？你若无要曹安龙当选，你坐等遮要创啥啦？啊，讲到硬气，佮我问看我台南来遮爱徛开偌久？欸，我开遮27-28分，了油佮磨车轮呢。若驶过头转去，我下面就佮磨恁牛呢。迄拢开。安家的呢，对无？国民党即摆就参加无不能受伤啊，就靠恁大家安尼愿意站出来。啊，讲总统候选人甲委候选人，尻川头经做伙啦，骨碌条，要输了唔正潲啊！还有迄、那个。家己的人咧拄尻川，
啊，去通了这边啊，正好诶，虽然袂安那，但做啰嗦。一支猪后的子啊，一辈子卡定去，一个家庭啊，淡仔吵架啦，架就对啦。我甲你讲啊，这个家庭啊，会兴旺，我甲输你。啊，唔通钱生啦，老爸啦，我无咧信啦。你钱甲贴无堪吃，两家变悬就对啦，这边无咧甲你信啦。讲话爱有信用，拜关公，关公才是拄啊拜妈祖呢。啊不。关公是第一清廉的啦，您敢知影？历史以来的官员啦，官员哦，上界清廉的，什么人你知无？就是关公。我讲话听啦，你来去拜帝君，伊讲挂印黄金是汉相，顺兴遥望远都还，马蹄赤兔行千里。都按清